小姐你好，好，我们的机器人在门外，可以帮我们开一下门吗？好。早安，小姐，昨天睡得好吗？我昨天睡得还可以。还可以哈，啊，有任何不舒服吗？好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机器人的后方有放下饮料跟点心？你可以拿去取用。这都是我爱吃的食物，谢谢。不会，它那个上面有没有一个像长枪仪测量仪器？有看到吗？是这一台吗？嘿嘿嘿，啊，帮我测量一次吗？好。请开启仪器电源后，点击下一步，开始。上传成功。请开启仪器电源后，点击下一步。开始，上传成功。您的血氧饱和度为97。小姐，我们已经看到你的体温跟血氧的数值了。现在早上测量的体温跟血氧已经测量好了，有任何不舒服吗？目前没有哦。好，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或是不舒服，都可以按铃跟我们护理站这边说明哦，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感谢你的配合。能请帮我帮那个机器人开门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